芬哥啊，大家都好想知道你最近忙紧啲乜嘢啦？好似对上一次嚟我哋节目作客一鸣惊人嘅时候咧，都有成大半年，差唔多成年嘅时间啦。嗰阵时候咧，就同大家讲咗啊，离开咗深圳剧团啦，自己有公司啦，亦都成立咗一个班底啦，剧团咁样样啦。忙紧乜嘢咧？最近演出忙啲。嗯。嘅成立咗公司之后，或者成立咗剧团之后，责任大咗啲。发展到而家咩阶段咧？正常演出。嗯。虽然个团立喺湛江嗰边，但系偏远啲啦，因为人疲劳啲啦，咁啊边长莫及有时候。咁啊，经常会喺湛江啊，定系都会翻嚟深圳或者系香港咧？啊，都系，因为我住喺深圳，活动喺深圳同埋香港。咁你哋班底咧，除咗坤哥之外咧，仲有啲咩其他嘅演员系大家比较熟悉噶？演员咧，老实讲都系年轻人多，依家喺湛江嗰边多。你哋或者系熟悉方面少啲。嗯，好似你嘅拍档陈月敏啦，都系你哋嘅班底之一。当然佢系从细结睇到佢大咁滞。嗯。呢、这个可以讲我哋大家都熟少少。嗯。就坤哥咧，成立咗一个青年粤剧团啦，为青年演员咧系提供咗好多机会，同埋俾咗个平台佢哋咯，同埋你嘅自由度亦都大咗。的确好大。今年六月同湛江團去咗新加坡啦，並且一個係好新穎嘅拍檔，因為三個文武生一齊加埋落去。邊三個文武生？梁兆明啦，嗯哼，李秋遠啦，加埋我都係湛江嘅，我哋出住一個團嘅。嗯，聽講之前你都去咗美國喎。今年去咗成個月，我哋每年走幾多個埠，走波士頓、芝加哥。紐約、羅省、三藩、加州，平均一個地方演幾多場啊？有時三場四場，演長劇。係啊，咁你同卿姐都去嚟？係啊，梁素卿卿姐同佢拍檔演咩戲啊？《風流天子》啦，《夢斷香消》啦。而家咧，你自由度大咗啦，咁喺你演繹嘅作品方面咧，嗰種唔同嘅類型啦，係咪都會擴大咗你嘅自由度？自己做戲就好多年啦，老實講三十年啦。嗯。當然依家我哋唔可以好似省團啊，或者係省市團咁樣去投入去做個幾百萬啊，或者係咁大型嘅戲，老實講好難。目前演嘅都係我呢幾年啊，呢十幾年啊，嗰啲比較屬於古老長劇或者係有名嘅幾個大戲。佢將個排精排好。正我哋演得，譬如講依家演得仲多，以前演冇咁多。譬如依家我都仲係周瑜啊，係嘛？周瑜啊，呂布啊。啊，呂布啊，風流才子啊。夢斷香消啊，洛神啊，呢幾個戲啊，情俠鬧船工啊，呢類嘅戲，仲係繼續係演。嗯，亦都係唐明皇啊，坤哥自己嘅代表作啦。嗯，基本啦，相出能唔能落少啲？OK， 咁我哋今期嘅節目咧，同阿坤哥傾偈之餘咧，亦都會同大家分享阿坤哥嘅代表作品。咁啊，揀嚟一部咧比較經典啦，而且係阿坤哥自己好中意嘅《小燕》，群英會之《小燕》嚇。呢個版咧就唔係我哋大陸嘅版，香港版，我哋覺得排得好好。事不宜遲啦，呢家即刻去片睇睇啦！黃偉坤同陳月敏主演嘅《群英會之小燕》，轉頭翻嚟啦，仲會同坤哥傾下佢最近嘅一個心路歷程嘅，轉頭見。不知，此心结。
河水行了小马。